PM 2.5一定又是超标，我以为我的眼睛是不是得了白内障，因为看出去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哦，真的是这个空气非常的可怕。但是最可怕的还是我们的政府，还是我们的林佳龙市长，他自己跟媒体邀功说，他帮助台积电通过不会通过的环评，这是在《金周刊》里面写的。为什么不会通过？因为这一块森林已经是台中市盆地西区的这个部分，除了车龙埔断层不能开发，还有少数的保安林不能开发之外，这是已经是最后一块森林。然后呢，这块森林呢，已经就是上面是15万棵树，马上现在就已经是在被砍掉的，已经在被砍掉的当中。然后呢，这林佳龙说哈，这个是他要去帮助台积电用官说的方式去通过这个环评，我觉得非常的不恰当。最新官方的数据说，53公顷没有15万棵树，只有5000多棵树，因为他们只算10公分以上，直径10公分以上的树。我要回应的是，如果官方他们只算10公分以上的树，10公分以下的不算树，那我们台中市青少年、小孩跟婴儿都不算是人。看到台积电一年要排碳44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，我们台中市270万的市民，从2012年开始减碳，减到2020年，8年的时间，我们市政府估算270万人减碳8年，最后的成果，一年可以减323万公吨的二氧化碳，我们270万人减了8年才减323万吨，我们的市长支持这样的企业，摧毁了我们8年的减碳的成果。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、跟我们的学生说你要节能减碳，因为我们节能的减碳的东西是要给市长、给财团去开发、去污染的。我们5月24号我们要发起大游行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社会，这个社会的价值不是只有国民党的价值，不是只有民进党的价值，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，环保已经是一个主流价值。我们呼吁我们的政党必须要回应我们民间的主流价值。感谢咱各位吼关心着这个环境的问题吼，各位的声音我嘛拢有听到吼，阮会来重视吼，会严格来把关吼，大家共同为我们的环境来努力吼，谢谢大家。要记住的啦。我觉得这个资料吼交给市长没有出来吗？市长，然后台中是最后一块绿叶，特别交代，特别交代，表示说标准没到，表示没有诚意啊。什么没有关系？我们有关系，你没关系，我们有关系啊！你要请市长出来，要不然今天母亲节到了，至少请他的太太，喜欢拉小提琴的太太，每天都很爱孩子的太太，请他告诉他我妈妈，妈妈不开心，妈妈很担忧，空污很严重，她也是妈妈，可是她今天没有出来，我觉得她完全没有诚意，台中市政府完全没有诚意，局长，然后市长夫人也没有出来。现在全部哈带队到市长室去等市长出来。冲进去啊！电传公告来了，出来了。进去吗？我跟你讲，好，走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我觉得每个市民都可以去市长室拜访，因为我们是妈妈。我觉得我至少我们一天的辛劳，这几天我们可以投入，我们有发声的权利。我们带着康乃馨去送市长夫人，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康乃馨送市长夫人。带进去了，市民的地方，你当什么？什么叫陈情？我们去拜访市长不行吗？请拜师了。
好，我们四个妈妈。好，我先听啊。大姐，你长先听啊。先到外面。我这边很多举手的，因为很多妈妈在马上停工，不停工我也不会赚，不停。快走好不好？我们等你。你不是走了，我是说在外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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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诉你，这里有很多妈妈都没事。没有了。他关得了这两个门，他去关那边的门，走，我们走。我们走。局长，讲完话，联络，走开。他半夜十二点回来，我们也等他。我们会把世界联盟十连胜，你们有可能打打赢官司的耶。是都会区西侧，大肚山东侧的这个坡面，就只剩下这53公顷的森林，就只剩下这53公顷的森林，我们的环境恶化的非常的厉害，环境恶化的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台积电它其实是可以选择到南科去设厂，它也可以选择去中科四期2600多公顷的一个工业区去设厂，但是它偏偏就要指定53公顷这个大肚山的一个森林，它要来设厂。我们今天为了抢救大肚山的这一块都会的绿肺这个森林，我们站出来，我们一起站出来保护这个森林，我们拒绝中科扩厂的开发，保护大陆山的森林。来，我们贴在那个铁路口的铁门上哈，我们拒绝关说市长，拒绝关说市长，保护大陆山森林，保护大陆山森林，拒绝中科扩厂。